时候，车马马一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敢做热血青年，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讲真的，伤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和自豪好过现在给大家分享一段汽车配件冲压机械手异形配件的三次元冲压机械手，这是厚度检测装置啊，专门检测双片的。这个是气缸自动推出的一个装置，这个速度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是原画面的速度，它比较快。那年我们三句两少，输的人被问，一茶带酒去向远方，夜景好迷人。现在更快了吧，八十几下，一分钟八十几下哎，那现在八十几下哎，现在一分钟啊，82、83、85，那省得你们。
Thank you.
这么好。
even on the cover of GQ. I am never going home with you. A leather jacket don't impress me. I'm not a fool. I'm kinda different to the girl next door.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Girl, please rescue me. You're the legend of your lunch hour. Over me you bear no power. You'll never get a smidge from me. Acting like a chief on me. I bet you'd like to see me on my knees. This ain't reality, MTV. Another reject from the city. I only listen out of pity. 最近我们评论区有句话非常的火，叫人穷莫娶美娇妻，不信你问武大郎。说得好，但是大家可能对武大郎有误解，他可一点都不穷，人家可是一个残疾人个体工商户，靠卖炊饼买了一套几百平米的连体别墅，沿街两层楼，可以商住两用，关键是媳妇儿还不用上班，这些你都能做到、哦、开玩笑了兄弟，那可是要票子的呀。那我们也不要老是去说别人人傻钱多，不要去羡慕嫉妒恨，没用。那我们应该反思，同样都是傻，为什么自己没钱？或者说既然自己比别人聪明，那为什么人家傻子都比我们有钱？最近